我是很喜欢这一句，创新局同前行，我对永恩是非常支持，有担当有作为的人，期望有人在国际组织上面呢，他会担当一些，哇，如果是的时候代表中国去做这个工作呢，冇得谈，这个口才又一流，再加上这样的样貌呢，一定啊超越立法会的水平，成为香港和中国的大事级，好吗？在国际舞台上面讲好中国的故事，讲好香港的故事，讲好工联会的故事，好吗？全力支持法理啊！